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游戏呢，叫做 The Crusty Cellar， Crusty 的酒窖。这里面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同人的游戏啊，就是跟海绵宝宝有关的。等一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蟹堡王，这里有个梯子哦。你看，蟹老板他在这里。My boy， bad news， 坏消息来了。等一下应该有奇怪的东西出来啊，因为这系列的游戏一般都是相对来说是恐怖游戏来的。虽然说呢，这个画风也不会恐怖到哪里去啊，相信大家这是一个恐怖游戏，不过不会恐怖到哪里的恐怖游戏啊。它旨意不是酒窖吗？怎么这么多钱呢、啊？没有酒，全是钱。啊，刚刚这里有个人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进口啊，对，就这里。不知道他要我找什么，英文我也看不懂。哎，刚刚这里不是有个，刚刚这里不是有个坐轮椅的吗？又是这个大妈。怎么都消失了？说好的酒窖呢？哦，你看，就这个坐轮椅的。哎呦，神出鬼没的！哎，他们正在向我靠近吗？这里好多这个门啊，这个还会自动关门的。哦，是找到这个东西吗？这是巧克力还是橡皮擦啊？哦，哈哈哈 ！Finally， 我的天！这样就被抓住了，我应该是要找到刚刚那样东西。这边这个女的，我要靠近她会怎样呢？这个呢？哈哈哈，这个不能碰，应该都是不能碰。这个门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啊，不要靠近这个人。哎，这里不是有一块的吗？哦，它这个东西不是固定的。嗯，我试一下送回去给谢老板，看他会怎么说。Finally， 你好啊。No， 我的巧克力丢了，你帮我去找一下。这个游戏的话其实很简单，你看啊，地图都标给你了，很难找不到。来，我们找到了，快点走。What？ 喂，能不能滚开，大姐们？等一下，我觉得那个人要来了，快点消失啊，拜托。怎么一群？我一定要绕远路，对吧？哎，另外一个人。哎呦，他来了，我干嘛帮他开门？啊！啊啊啊！快点快点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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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门 ！What the fuck？ 来、啊，有种进来，能过吗？哦，能过。你看，哎操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地图，还是一样，右上角。哎，这个人 ，Hello， 大妈，你们长得挺帅的。Yes， 哎，我没搞懂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巧克力啊？怎么看着不像巧克力啊？哦，又在那里挡我的路。妈耶妈耶哦妈耶。其实呢，这个游戏很简单，我跟你说。嗯，对，很简单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橡皮擦，记得要把门关上哦，不要让别人。 What 这什么鬼路啊？哦，哎呀，他发现我了，没跟过来。还好这个大妈，对，还有这群大妈。开门，溜之大吉。好的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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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哦哟，他跟着我。哎哎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别！我这，快点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哦，谢老板 ，Thank you so much, boy. I am ask you element of the mon. You win 啊啊，对，你赢了啊。啊，所以说这个游戏还是蛮简单的啊，这个游戏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蟹老板的酒庄就玩到这里啊。其实这游戏压根就没有酒啊，只有巧克力的橡皮擦和地上的金钱金币，还有一些吓人的奇怪的东西。那么拜拜。